大家好，我是老刘啊。今天也做了好多我的村子啊，所以呢到一把到上到山做市区了，所以呢我这里一个老房子了，我就去看一下啊。这个我先看到一个老人啊，这个熟女啊，他做事啊，我也去看一下啊，问一下看他们有没有宝贝啊。这边收老骨头了，那边什么东西都收的。收了也看你自己价钱了嘛。那也可以看了。你这里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现在在做什么东西？现在要牛肩。要牛肩。要牛肩。你这样，要不要我给你搞？要不要我给你挖？啊，没钱，好着呢。那我给你挖下来了。不干净。把那个那个，来我给你搞掉了。来。啊，还有你，我到底买的东西了，是鸭子了，来，我给你搞，快一点，等一下你去买东西就完了。好的，我也是做农民的啦，我只是爱好农民的，爱好苦的嘛。好，你妈妈来。妈妈不行。啊，好，你给我找，好，妈妈给我找，好好。开始，哎呀，喂啊，后面早就到，能站。哎呦，感谢，太好了，受不了，我在想呢。哎呦，我当心了，这是应该的，那是你老人家又保重身体啊，保重身体啊，感谢。感谢。啊，你来。太好了，到处不就得是啊？哎呀，看你，我说要买个那那再好的了，这要买的你说的。哦，好。哎，有东西可以看，是可以看啊。看了可以看。哎，价格合适你也可以卖了。啊，价格合适可以卖。哎，对。人合适我不卖。哦，那可以，不然你有什么东西给我找了啊？也可以给我找了，我晚些做一下了啊。啊，先不急了。好。不找你等不到。啊，不找，好。不找咱俩还讲讲啊。哦，对对，好。哎呀，看你看得起吗？好了，看得起不可以了。看得起人家是买得起啊。好，个猴子啊。嗯，哎，个猴子。
哦，还有里面什么东西啊？你看一个了。好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嗯。看了口一看，吃的这个是卖给你。怎么可以的？怎么？那打不开啊。哎，这是怎么搞的？啊？哎，很多东西啊。看那个东西、啊。怎么搞不可以啊？我也不搞那的嘞。啊，不搞那的，我告诉你搞。哦，是什么？看了，搞那的去啊。哦这个好多东西啊，那东西啊，对对，嗯，藤茎啊，嗯，好，公子你看，啊，好，对，你看着看，看着后期是卖给你，好，是你家里，家里学校里的，家里哎呀，早跟俺学校老的时候出来个了，哎，一个藤茎啊，八十岁了吗？八十年纪的不是那么听明了，这里啊都是，这里我也是认识老人家啊，都是我也不敢便宜买你的。这里两万的呢？啊？这里两万嘞？是两万块钱？啊。你也不能，可能有时买过啊。啊。好多是民工，好多文工，嗯，文工，后来也，你说我那个也不卖。啊、哦，对，是，我也知道，给你一万六千块钱了。啊，好呀，好了，给你一万六千块钱啊。好，收一点，啊，收一点，还有你的那个，太谢谢你了。哎呀，感谢，不能多的，我也知道。感谢，我先到这，我先把这个捡起来啊，我先把这个啊，把这个挪起来啊，把这个捡到里面去啊。嗯，捡到里面去。这不要学那个，你那个盒子卖给我吧，一些盒子卖给你好，收点了，一万六千块钱啊。啊，我先捡起来啊，我先收起来啊。好，卖给你收点。好，我拿收了。好，拿好。也见过有什么话，也问过看过啊。嗯。好了，那我给你先问我买起来。这是金子。盐渣都是盐渣，那个是盐渣啊，对，这些都是老的。嗯。这个年代可能不是太久，这个要久一点。这个是半楼和干了。是半楼和毛子后面的，那一块白，前白后白。嗯。那个是银齿嘛？这个还应该不够，你这个年代不是太久。嗯，好了，我老婆拿钱给你。好，一年猴子就去拿上。
这里就五千啊，一万块钱啊，一万块啊。一手行，一手好啊啊！你自己从一个离婚了，从一个离婚了啊！我们都要先走了啊！你们保卫生点啊啊！好，好，先走了。哎，感谢啊，感谢啊！哎呀，叶老师，感谢，老师，老秦干，感谢。